前几天呢，有个粉丝一直私信我说，斗柴和柴犬有什么区别？今天呢，就带大家科普一下啊。当前呢，大家所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窝是斗柴，一窝只生了两只啊。因为斗柴呢，它体型小，产量困难也低啊。来，带大家看一下斗柴小的时候长什么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刚满月的一个小斗柴，不可分辨它是小斗柴呢。像这个毛亮、白度，这一些就不用说了啊，基本上和标题的柴犬都是一致的。唯独看哪一块呢？看它的体型。体型的话，斗柴的话体型是相对来说紧凑的啊。斗柴的骨架相对来说会细一点，它不像标题的骨架大，因为斗柴它本来就是小一号嘛。还有就是看斗柴的一个品相这一块，也就是五官。像斗柴的话，它的鼻子就小一点，然后呢嘴巴短而粗，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嘴巴也是超级短的啊。还有呢就是它的头，斗柴的头板相对来说比较的就是饱满一点，而且呢它的眼睛，斗柴的眼睛是圆眼睛，虽然说现在小，但是长大之后都会变成圆的。标题的柴犬它的眼睛是斜着眼啊。其次呢还有这个耳朵，斗柴的耳朵会更小一点，是小的三角耳，对吧？整体来说都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品相来判断出来的啊。当然了，还是需要很多年的丰富经验来决定的。让大家看一下这一窝两只小斗柴啊，拿出来看一看。你看这小脸，是不是？而且你看这背。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忘了说了，斗柴呢，它的一个皮相对来说更紧一点。所以说这通过这一系列都是能判断出来这一只柴犬它是斗柴还是标题的柴犬啊。接下来呢带大家去看看标题的柴犬长什么样。当前呢大家所看到的这一窝是标题的柴犬，可以看一下哈，它的脸上的这些五官，脸上的五官呢都是不一样的啊。它的嘴巴的话相对来说比斗柴的更长一点，而且呢耳朵比斗柴的大一点，还有就是骨架头板都比斗柴要大一点。不过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毛色，对吧？还有白度、嘴巴的黑色素，这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哈。像这些外表特征都是一致的，只有这个五官的细节和骨架这些不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哈。咱把柴犬和斗柴放一起让大家看一下啊。这是40天的斗柴，这是2个月的，虽然说差距20天，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体型，对吧？包括它的脸儿，整体都是不一样的啊。只有放一起，它才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更仔细啊。行了，今天呢就简单的介绍这儿啊，下期再见。